好久没吃这个了吧？我是好久没吃到的、啊。大不大？大。感觉我胳膊肘大。你胳膊肘有这么粗吗？吗？啊，好细。嗯。这玩意儿，我的最爱。但是这玩意儿吃的时候啊，以前他们吃都吃错了。哪吃错了呢？就是好像这个不叫虾膏。反正说这玩意儿不能吃。是那个黑的吧？啊？黑的那个虾线。谁知道呢？虾线你可以吃。好，来了。扒虾真的老大，我最会。你才会扒虾。蘸点汤。好吃吗？我还没吃。回头他们又该说我了。妹儿，好吃的就自己使劲吃，不好吃的一口都不吃，好不好吃？嗯、好吃啊！这虾是本牛。本牛啊！你吃你的。你吃柿子吗？我怕你一会儿伸一口到我嘴里。力量老大，要不要尝一口？你来买一口，我真热的了。吃柿子也，海柿子和海鲜同时吃不能，会出问题的。你别吃柿子了，这柿子一人四个。当我知道这个虾的价钱的时候，别更爱吃。我被老王送的，挂件。我是吃太快了吗，老大？你再来一个呗，没事儿。好，我抠吗？你不抠，老王给我送的，但是你这不抠了，吃个够。那我吃一个。哎呀，要不然吃个虾脑吧。虾脑不要吃了，虾脑里有细菌。哦，那行，吃肉可以。回去啊！这虾线揪出去。爱吃的人觉得这玩意儿老好吃了，不爱吃的人真一口都吃不了。香吗？嗯，哎呀，你猪脚香了。我就说你来一口，你来一口，你不听。香吗？香。